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！今天要来整一下泰山了，嗯，好不好？我这个局已经布了，七十高岗，七七四十九天之久。今天那个把泰山的红色 focus 的备用钥匙干出来，你知道今天干嘛吗？但我有一台野马已经藏在仓库藏很久，我就要在今天把它献给泰山小宝贝。你要送他哦，要先卖身契就可以了。哎，当奴隶就会有车子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反正等一下哦，找叫科皮去接受泰山去捐钱嘛，我们再偷偷把他车调包，那就让科皮去执行这个任务了。我去把泰山骗出来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偷换车 ，Go。别来找泰山呐、啊，泰山，泰山。喂，泰山。关机啊！公汽车一台啊，你不是就要去关机？干，四点半了，现在还要去？可以啦，哎、欸，钱给你，要给我不是不是，要全给我。没有，这次钱最多啊，这个 GoPro 换我拿了，今天你当主角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人家要看泰山小宝贝啊，很多人都要想看啊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捐钱了，走。你要开到几台钱？开你的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看到门口就开你在。红色的暖车，哈哈，讲对吧？好，行行行行，捐钱了，捐钱了。好了，不能让泰山知道，我已经偷偷买回来，然后还偷偷帮他都做好，没有都做好，但是我没有帮他整理，他自己整理，对他自己整理。哎、欸，不然这样总有骗子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拍好几片。买一台烂车回来，让他一直修，一直修，然后就无止境的骗子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这样我们是从那个流量再赚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车不能帮他找太好，这个就跟周星驰一样，哎、欸，进去了。冰块有多多就放多多嘛，车有多烂就给他多烂，坏了他就会一直修，然后一直修的、啊，一直签下去，一直签下去啊，永远离不开公司。我告诉你，泰山不要说要签的，赶都赶不走啊。他都不知道我们偷他钥匙，他备用钥匙都留在公司，准备随时准备移车。你又拍了他的小红吗？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去偷天换日，等一下出发了。好，哎、欸，那我看看可以去，那我们可以去签，差不多可以去把他的野马牵出来，好不好？等我一下，我去仓库签，我还不敢停在这边呢、欸，怕被发现。对啊，怕被发现啊。好，我等一下开过来。真的要开我吗？啊，你啊，在你门口当然开你的啊。如果你今天不在，都在前面都开我的了。啊好，我可以。哎、欸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对对对对，我可以，对吧？啊，你可以啊，我录啊。不好意思。没啦。哇塞！哇，这太赞的车了。哎、欸，刚刚妈咪过来的哈。对啊。开 Focus 去捐 Focus 的钱。对啊，不是刚好这样符合你。就好了。好啦，现在要出发了。好，走，去邮局。哎、欸，这不好找哎、欸，我从他来帮他找一两年了呢、欸。才来一年了。哦，他来一年是啊，好干啊，帮他找一年了。其实之前也有遇到，我觉得车况不好，在车况是可以接受，10万 km。等一下哦，我到了，我开进去，啊，你把他车开走，然后我停进去。那你钥匙带了？钥匙在这。嗯。泰山小宝贝的，嗯，终于可以把它换掉了。从他来上班。讲到他都已经快离职了，终于有车哎，刚、欸、啊不行哦，因为我就怕怎样，他买到车以后就离职，所以我们怎样买到车之后让他签下去，这样他才不会妈的买到想要的车就跑，直接跑。对啊，干以后妈来小时汽车上班，每个人都只是为了要找到自己想要的车，现在不是办法。欸、其实引擎状况不错，刹车也不错，那变速箱状况也蛮好。听到那个加速的那种声音，你没听到？我觉得不够大声的。啊，那排气管啊，就是要留给他改的啊。我们都买原厂的回来嘛，然后让他回去花钱。对啊，他们应该去停在这停车场啊。有吗？有看到他的车吗？啊，有啦有啦，停到门口了。啊，我、哦、看这边可以这样停哦，你是流氓哦！看他们流氓哦，他们直接停在门口。对啊，流氓哦，这么屌。哎、欸，那我停这就好了，那我们把车开走啊。我停黑缸吗？哎、欸，你好，阿伯，买个几缸？好，谢谢。阿伯想说，为什么要开别台车走？啊，对吼、哦，帮他看吼，老板，他想说我们看车啊，干，干，应该没有人会舍弃这个看那个吧？我跟你讲啊，
我等下打电话给阿柯有没有？嗯，叫阿柯出来啊。走。哎，我们刚刚正在讨论说要怎么把车弄走。既然哎，然后会觉得我们 C 的啊？这真的没有 C 啦。我们是真的遇到我们店里面滴滴耶，等一下叫滴滴帮我们把车开走，然后我们在旁边偷拍，要不然开出去怕没位置。刚刚看到警察在那边，他已经开去外面找位置站一下。我打给柯P，加出来拿野马钥匙。这么凶？这怎么那么破啊？他排气管破了啦，听个声音就知道了。没关系啊，换车了啦。哎、欸，我车塞走啊！阿丽也塞出来，提只野马做事无？偷偷出来的。好、好、哎，干，真的运气超好的，竟然遇到滴滴耶！真的是刚好，而且刚好是走过去。我们刚好正在讨论说，等一下车开出去没地方停，因为不可能停在停车场啊。太明显了。对啊，停！哎、欸、哎，我见到。你要问别人照什么？看到。车塞呀！好，阿弯边边逃逸。阿姨的关，姨的下，姨的下。哦，好啊，接下来就守株待兔，假婚单主翁啊。我有叫那个隔壁要发讯号给我们，可是他说今天人蛮多的，所以我们再等一下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他出来了，他躲哪了？靠背啊，是躲哪里？这个太明显了，这个太明显了。他躲哪了？我拿这个，躲旁边一点呢。好，你去躲在这后面。我要开山了。我操！我操！你也去啊？阿力，遥控器几块吗？哎呀，你按看看啊。你的车，哎呦，你左上不是遥控器，按一下啊。干，最好按得到啦。有啊，哎、欸，亮了。啊，哎、欸，亮了，你看，你再按。哦。那边呢？哇。干。亮了啊。神奇啊！我怎么会亮？哇塞，你按啊，是不是？哇。神奇啦，我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这里矮嘞，你看。马进啊。会使，你搞不好手机也在用诶。袂歹，啥物无要紧，为什么无要紧？在别人的车。就是咱的手机的。咱有手机的，代表咱的车啊。我进不去，打不开啊。好，最好打不开。哦，开了啊，开了啊，免惊啦，啊啦。你坐我车，慢慢。是啦，你门拢拍开啊，诶、欸，你看，不是啊，你可以开，表示就可以发动了。是啊。真的啦，你一开看卖啊。可以开。可以啦，李长，为什么用可以开？为什么？接啊！啊，我拖绕到后面看看。你头家讲要买给你的一台车，惊喜！你看哦、喔，惊喜！对，你也无跟我讲啊，赶这野马、喔。对啊。什么时候弄来？嚯！我怎么不知道？这藏在仓库藏多久了？你知无？我知道啊。这哦。你知道我憋了很久，我都憋出病来啊！你知道吗？怪你，刚刚拢在遐讲，哎、欸，你要换车未？啊，憋出病来哦、喔！我这个忍足久的啊！哦，你怎么？好，你试看卖，开看卖。可以啊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！真的、喔？对啊，应该是会使啦。刚才叫车落来，我来抓伊无啦，来啦，你试看啦，可以发动就是了。哇，可以发哦、喔！不是什么干太。哇，你敢发的？哇哦，整个都高潮的啊，哈，他在面完路了，你就把他签下就对了，签下哈，欸我没有钱啊，本票签下就好啊，本票没关系啊，你就啊，卖生气啊，卖生气用签下，对吧，然后哦，你看泰山的笑容，我开看嘛，咱开来等啊，可以哦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你的车已经都给报废啊，然后报废你抓住你，什么时候就在我们在捐钱的时候，我今天有那个时候我已经联络好，把它偷去报废。我过来一直看联络的，一直看联络的。哦，阿亮阿仔嘞，啊，阿仔哦，我那边给我报废车回来再载我啊，上车，好上车了啊，哇、啊。
油停那么久，是我们要走啦。靠腰啊，蹲在这边很累。哦，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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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要走要走要走。哦，有要走要走要走。好了，这些走了。啊，你不是该大的，查甫人拢该大的啊。你先系好安全带。但隔壁的都走了，你还不走，脚很酸嘞。要走。有啦，对赛啦，对不？泰山不胜难客，兵家丁呀。哈，对我这么不好、啊？不是不好啊，我怕你欠贷。你们什么时候买的啦？怎么都不跟我讲、啊？走了。脚酸了，互拍是怎样啊？看他互拍是怎样？他妈的，是跟陈威摸哎、欸！对，走，脚酸了，应该是没有被看到。我蹲超久的，好不好？走，分开那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跟不跟着他？还是尾随他？看他尾随他。啊，你有看到他脸吗？看我看不到，我一直躲着啊。他看起来没什么反应，没什么反应。对啊，爽爱心底。什么时候买的啦？都不先跟我讲。当然是不能讲，讲了就没有惊喜啦、就像我当时买那台车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，我看到的时候说立马我就说要了。哇，记得啊，记得我的。什么给我这？排气量。3600多cc。水晶能出来吗？可以啊，那贵起来刚刚安怎？哦，哎、欸，头前那台列车手先把我弄一个，当来报废耶！哈，你看汉堡走哪里耶？靠北。不过运气不错，今天有遇到这台车，对啊，不然我们那台红车不知道要开去哪里丢。我们刚应该路边随便乱停，然后就让拖吊车把它拖走就好了哈。哎呀，你看又没有塞。没有塞到这一段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要塞，就直接让他被拖到车拖走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等拖吊车来，好，然后我们在那边拍，他的车被拖到车拖走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我刚刚一直在想说，太小，我们一开始就撞到，感觉好笑。音乐报告啊！哎，这边，哇，这么高，你看还有我继续录。哇塞，也慢呢。哇，轰隆隆隆隆呢！哇，你看真的没有谁，还好我继续录。哇塞！没有，没碰了，没碰金没有。我靠！我不要，我们不喜欢金色。金马奖哎，要是红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要红的，对了。对啊，泰山今年好过年了。哎呦！为什么我今天开车来？我不知道、欸。为什么？阿柯跟我说的啊，我说小四买的啊。干、我的车，你们不是开去报废？我不知道啊。干，还有，哇，野马哎、欸、哦，你把他车拿去压了？都把他压了，刚拿，才10000块。还有10000块，不错。钱在里面啊，我5分好不好？啊？5分。哎、欸，开完了嘞。有，好不好开？你知道我在那个花圃蹲了很久吗？我在看他的身影。你们躲在那里？我操，妈2G在拍哎、欸！啊，那个在一炸哎，上面纠察队赶快啊，偷拍的那个、啊、爽不爽？自吸爽不爽？那以后你都自己吸啊、哦！自己吸。那你那个车哦，我请环保回收单位先拖走了。没看到，拖走了，你要看啦、啊。靠边哦，不用了啦，那个就全部都包含里面的东西，全部都送去环保回收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回忆，你在上面干什么？你看看啊，换新车，创造新的回忆。哎、欸，给泰山车对不对？以后泰山就修车、改车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弄一台车况不好的给他，他就很多东西可以拍了。好，没有钱。哎、欸，来，有没有钱没关系，来看看。太小司汽车商行合约书有没有？
我看一下，卖身契，加血哦，卖身契啊！啊，本人因家境贫寒，无法偿还主人债务。好、哦，故将自己卖给主人，即日起将生命交给主人，任打任骂，任劳任怨，绝不反抗。该协议一式两份，然后主人本人各持一份，有效期到永远。我已经签名了。好、哦，来来来来来，小海小海，来小海，来先生这边请，这边请，先生这边请。啊，本来个条条诶，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在印尼拿来。盖章，盖手章。别塞别塞。我先走。你都已经给人家先上车了。印尼，哎，你去泰国没有？啊！来来来来，我精力喝完。快点快点，真的，盖手印，盖手印。哎哎，阿伯阿妹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，阿伯阿妹啦！我。好，成功！哎哎，要盖手印的，哎，叫会计存起来，这个甩在保险箱里面，好不好？好了啊，这个车就交给你了哈。好，那没什么好讲的。啊，大家那个喜欢影片，记得订阅。订阅，订阅，开起来。啊，以后加多花点钱改车嘛，对不对？修车嘛。对。好，啊，影片收益都归本公司所有。好啊，如果有厂商有这个野马的相关的东西可以业配的。好，私讯一下，私讯，对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去锁保险箱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搞，哦，真小，爽了吧？爽了吧？你等了一年了，终于到了啊！干，老实讲，是口水都快流出来。这个是你要自己留着的，这个我要自己留著，对，那你自己留着。可是这个我没有干啊。干，这是我干的。你干的，你刚有那个复印啊，自己留好啊，不然你这个就一直放在车上好了。人家是放行照，我是放卖身契。故将自己卖给主人，靠北是谁写的？苦瓜妹啊，苦瓜妹。亏我平常还对他那么好。哎，苦瓜妹，他问说那个内容是谁写的？对啊，怎么了吗？你没有家境贫寒吗？你到永远。可以亲一下他吗？我刚刚要点方向盘，人家不让我点。订阅留言分享，然后不要来这里上班，会这样。不要来这里上班，会这样哦。会这样哦。好了，好了，拜拜。好了。可以点他。干，你要点他不要啦。太恶心了啦！这一段可能不能播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要看到老板叫主人。干嘛？那我是不是还要跪下来舔他的鞋子？舔他的鞋子？鞋子？哦，我只能窒息了，我不能再吸了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